人民群众传福音，一百万真的很重要。圣马谁？第一，福传高手圣保禄。福传高手圣保禄，中途。为了天主关门殿，整个完全的通宝的捐出去。所以让我们多喝一点。向导师，保禄年的结束，正是我们在这个年中学习很多，那我们开始要施展各种的功法。我每一个人要成为现代的福传使徒，现代的圣保禄。现在圣保禄走在街上，走在不同的家庭里面，我们要发挥圣保禄的见证。啊，所以我们做的不够，做的不好，求圣保禄为我们祈祷。我们转求天主，成为今天的保禄，勇敢现代人传福音，年轻人跟年轻人，小朋友跟小朋友，老人。